大家好，我是吴耀新，我从新竹来。我还记得我在来这个主播营之前，我要上台，就算有稿，我什么东西也都讲不出来。然后来到这边，讲师与主播都给我很多技巧，像是如何克服紧张，还有如何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架构出一篇很好的，很好的文章，然后可以，并且可以发表演说。而这三天的课程内容也让我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能讲出一篇很流利的文章，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机会真的让我进步很多。